你等一下，你就是讲马桶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示范，然后就是先讲，就是直接蹲在桌上，对啊，就是这样，你就蹲在桌上，然后裤子就撤掉，直接大穿了，内裤有没有？就是都要直接撤掉。请到了我们的小鲜肉导游陈明，然后是一整票要什么人有什么人的一个组合，然后小牌导游、小林导游、太妹碰碰以及金针的拉华，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泰国小秘密，是大家非常贴身一定要知道的。你如果看完这一集的话，你来泰国玩，不管是到任何乡下地方或大城市，你都会觉得此生受益匪浅，就是泰国的上厕所须知，好不好？泰国的厕所来请啊，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哈，要是呢你们来到泰国哈，你们会遇到三种厕所。第一个呢，去比较在市区那些地方的话，你会遇到就是像你国家一样是马桶，就是它有提供那个纸巾给你，然后你就用手按，然后就可以冲水，一般的冲水马桶。对，还有第二种呢，要是呢你去比较郊区一点，有马桶，你用完了哈，但是你找不到就是冲水的那个按钮，没有冲水的地方。对，但是呢，旁边你有看到一个天堂，就是水桶跟那个，好谢，就是给你啊舀水起来的那个。对啊，请大家哈不要就是啊。看到对，是看到就不用这样，哎，给我什么洗脸吗？叫手动冲水，冲到那个冲水马桶。之前一开始不知道的时候，我以为那是就是给我洗手，对，然后就没有冲水，就是跟我一样。对，因为我有一次遇过，就是我那时候就是带人去玩嘛，然后就是他在车上，然后大家都要上厕所，然后呢就只有一间而已，大家都排队，然后就是我可能第一个进去用完之后，然后他们就走出来，但是呢他没有冲水，然后我就进去，然后我就帮他冲完之后，我就出来。真的假的？他可能以为是感应式的。所以呢，这个东西，我知道他没有冲水，然后我就跟他说，但是是另外啊，就是两个人而已，我没有跟大姐说。你没有在车上用麦克风讲？没有，因为我怕客人丢脸，怕到最后拿不到小费。但是第三种，我觉得是我们泰国独家的厕所，是他第一个呢啊，就是谁体力不好的话，或者老人家，我不推荐，因为呢要靠你的体力，对，因为你要蹲着。先解说一下泰国的那种蹲式马桶跟台湾的又有点不一样了，是泰国的蹲式马桶会高起来，所以如果你脚的力气不够的话，真的是会摔下来。而且他台湾的那个蹲式马桶前面有个挡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尿尿啊，或什么，你尿远啊，他会被挡住，他会给你挡住呀。对，泰国的没有挡的哦。但是你要控制你的那个。对，我要控制。对，要控制那个 loading 位置。是。你如果尿去踩得太远，你要自己在上面尿慢。要憋那么远，所以泰国的对蹲式马桶真的是比台湾难用。肚子超痛或者你要绕塞，你就没有就是认真看嘛，就是里面有什么东西有看到马桶，你就蹲着啊，完之后但是要出来，那个水只有水桶跟捞水，然后那个纸巾去哪里呢？那我怎么擦？然后那我怎么处理我的屁股？这样子，以前是五雷轰顶那样子。是啊，要是我这样剪的话，有可能他们就没有印象嘛。那我就听不懂，表演一下。我们请到我们的小鲜肉今天进行要为大家真实演出。就是、通常他们会有一个水桶，然后里面会有一个瓢子。好急哦，好急哦，怎么办？好急哦，怎么办？裤子，我们真的。一下子一泻千里，解放完之后怎么办？没有卫生纸。没有卫生纸。哦，我知道了。怎么办？我有看过泰国的电影，它是这样用。水瓢。OK。捞水，捞旁边水桶里面的水。但是呢，你捞水，
你洗屁股要是这种的话，你必要有速度跟技巧，你要先选择你哪一手就是最习惯用，然后就用那一手，就是拿那个水漂，左撇子用左手，对，就是我这边，右撇子用右手。这个手是由假装拿自己的手，然后你捞起来这样子，然后呢就是往前面哦这样撒 OK 吗？然后另一边手要过来这边所以要是你右边手没有来，但是左边手比较坏的话，水就不到你屁股，但是右边手就直接到你的。是，最重要的是你两边手的速度要协调。我要协调，大家来看，我稍微练一下。还有一个也是我常常会遇到困扰的一个地方，就是冲屁股的。长就有点像你是在那个花园，然后你要浇水嘛，像那种像浇水的那个，就是这样，对，但是它是挂在马桶旁边，对，挂在马桶旁边。我先跟你提醒，你不要直接用 ，OK 吗？你先看水的那个冲力吧，力道，对，要是力道比较大的话，你要先冲一次，要是你按到那个到完了，到底了，对，要是它吹到底的话。让你的蛋飘走，对，真的会这样子，真的超可怕的。就是为了保护你那个小屁股的。你们泰国在厕所里面发生的事情也太多了，厕所里面好忙啊。所以在泰国上厕所超有必要有技巧。对，真的。我本身觉得这是最实用的一集。你们来到泰国，不管你再怎么急，都有解救的方法，那好不好？陈明今天解救了一个泰国内急人生。谢谢陈明啦，那我们今天呢，我们的官方网站啦，我们的 Facebook 啊，我们的官方 LINE 的账号，全部都在下面，或者是在这边的 QR code， 那欢迎加入我们，那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